如果他地缘明显长得跟颜色对了，核二核三关掉就不对了。那个先保留，再看看这两三年 SMR 这种条件，摸图是核以后的反应，这个发展状况是不是被跳过去？那、啊、你现在直接关掉，啊、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，很清楚啊。再生能源2025会合价一定有困难嘛？我现在就想看民进党那个2025会合价什么时间，这个很清楚啊。2025那个再生能源一定追不上来，那、啊、现在核反应炉就不关掉，那真的要用爱发电吗？